彰化市立图书馆室内空间改善工程，二楼书库部分已经完工重新开放。空间宽阔的书库强调视觉拿书服务无障碍，并新增桌椅让民众看书更加舒适，表现出顾客服务导向，斜书架的设计让民众浏览更加便利，以诚品书店的服务品质用心服务民众。彰化市立图书馆二楼书库整修了后，哦，咱即马开放，互民众会当来遮借册啊！啊，咱即整修以后吼，咱有几个吼较特别的所在吼。第一，咱遮视觉无障碍，哦，咱来看吼，遮开阔啊，哦，会当看对外口出去，迄个文化局啊嘛看会到啦，文学部倒嘛看会到，视野真好。第二，咱吼要来看册吼，摕册无障碍。咱较早吼书柜足悬的，啊无好摕，即马书柜降较低嘞。四层尔，啊，真好摕册。啊，毋过安尼好摕册尔哦，你要看册嘛，真方便。啊，你会当即吼边仔，我真侪足侪迄个位置会当互你来看册。哦，虽然阮无成品的高级，但是我们有成品的服务哦。成吼安尼，欢迎恁来看册。第三，阮遮吼，佮有一种就是迄个行动无障碍。咱来到即个所在，本来拢足侪隔间，咱甲隔间拢拍通啊。啊，拍通以后吼，即规栋。二楼规楼层，咱拢成为书库，会当互恁来用。过来第四，咱是服务无障碍。阮正整修的时阵吼，咱做特别的，咱无没有小馆，嘛是幼园的服务大家吼。虽然即摆三楼工程还咧做吼，咁阮二楼遮嘛是要开放大家来用。吼，过来，阮服务无障碍第二个重点就是讲，阮遮志工吼，拢打二楼有42位。阮规栋吼，拢总143位的志工，哦，真侪志工来甲咱服务吼，啊，会当互民众来到遮，会当欢欢喜喜来看册，会当直接吼，用足侪时间好好来看你爱看的册。图书馆行政办公室整修规划时，就缩小空间，腾出更多空间来打造友善舒适的书库环境，很多设计都更加人性细致，发挥更新的服务思维，提供民众更优质的图书浏览空间。公益频道林俊明彰化采访报道。